杰出的青年，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啊，现在正在医学中心接受内科专科的训练啊，我想很快的，过几年就会回到家乡服务我们的乡亲。美满的一年完之后，你的结婚喜，我愿意爱幸福美满，快乐的过一个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现场的祝福，我们就一同来举杯，祝福这对新人。